大家好，每日分享十秒招，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。每天喝一杯牛奶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，但是大家知道吗？牛奶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呢？那今天呢，就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家里有孩子的很多朋友啊，都会买一些牛奶囤在家里。有时候我们早餐就会喝上一杯牛奶，营养十分丰富。但是这个牛奶究竟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呢？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早上时间去喝牛奶，认为早上的时间是黄金时间，有利于吸收。但是又有朋友认为睡前喝牛奶是有助于睡眠，还有人认为两餐之间喝牛奶呢，也是可以缓解饥饿。那这三个时间段哪个时间最适合喝牛奶呢？研究发现，在餐前30分钟喝牛奶呢，可以有效缓解餐后血糖的上升，除了可以控制血糖呢，还可以延长饱腹感，从而可以预防肥胖。但是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是不建议空腹喝，因为会加重不舒服的反应。所以早上喝牛奶的时候，最好加上一个蛋或者吃一点面包片。但是对于那些乳糖消化能力正常，空腹饮用也没有不适的人来说呢，就可以空腹喝牛奶了。那么我们夜间适不适合喝牛奶呢？有很多朋友都说呀，在晚上睡前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有助于睡眠。其实夜间喝牛奶也是很好的，晚上拿牛奶当宵夜，不仅可以缓解饥饿，而且牛奶中含有的色氨酸等营养物质是能帮助我们入眠的。平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什么时间段来喝牛奶。虽然我们都爱喝牛奶，但是大家知道牛奶该如何挑选吗？第一点，看配料表。我们在买牛奶的时候，一定要认准配料表上面写着生牛乳。如果只是有这一种配料呢，那就是真正的纯牛奶。如果配料表上有非常多的配料话，那说明不是纯牛奶，是经过调制而成，不建议购买。第二，看营养成分表。营养成分表上都标注了营养物质分别的含量，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蛋白质。蛋白质含量呢，是每100克牛奶中有3克蛋白质含量，也就是说含量越高，那就是优质的奶。像我这个就是 3.8。 如果想买优质的奶呢，我们最好要挑选这种高蛋白的。其次就是要看钙的含量，钙的含量应该大于每100毫升的牛奶有120毫克，这样的奶呢才是优质的牛奶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喝牛奶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